1947年6月19日，《大公报》上刊登了一封题为《这世界不允许有灵魂的人》的信。写信者是25岁的越剧演员袁雪芬。信是写给他5年前去世的父亲袁茂松的。这注定是一封永远无法投递的信。爸爸，您说会回来的，怎么一去好几年，到现在连音讯都没有？爸，这世界不允许有灵魂的人。假使你自身清白，站在自己岗位上挣扎，人家会说你固执、骄傲，唉，自然会有各种麻烦来找你。爸，不幸我是个女孩，更不幸是个演戏的。在中国，演戏的不是艺术家，每一个人都知道，叫戏子。没有保障的戏子，谁都可以来欺负你，甚至造了种种谣言来攻击你。我们的新越剧现在是怎么样了呢？成功了吗？不，没有。等到成功的日子，我再写封信告诉您，您的儿雪芬上。写下这封信时，越剧改革走过了5年历程，虽然一个渴求自由进步的灵魂在黑暗的世界中注定会被打压迫害，可袁雪芬和她的姐妹们追求光明的信念始终不曾动摇。袁雪芬11岁进四季春学戏，14岁到上海，同年录制了女子越剧史上的第一张唱片《方玉娘哭塔》。20岁，在大来剧场首创越剧改革，吸收分幕、装置、灯光、化妆、服装等新方式，演出《古庙冤魂》《断肠人》《木兰从军》《明月重圆夜》等新剧。一路走来，他始终不曾忘记父亲对他说的3个字：要自立。啊，哭啊！女娘已不塌拉来上，想要愿望速断啊想，在上人民听一拉听，
瞒我，求公放我到外乡。六根清净在爱外荡，金幡白衣张张宽，松金叶帷在云旁。想我是命中结果分内事，出走天与情上啊想。Oh!
1979年上海文化广场尹桂芳越剧流派演唱会，60岁的尹老师和57岁的袁老师又一次牵起了彼此的手。熟悉的旋律响起，这对越剧姐妹是否会回忆起32年前的那一场演出？袁老师，您是否还会想起那年年初写给《新民报》晚刊编辑朱山先生的一封信？新越剧有如一个未成熟的果子，正在灌溉和培养。事实上，少数在摧残，多数却是爱护的。只要我们的实力坚强，精神充足，任何压力总可抵御的。不然，我当时就会逃避了。而我现在恐惧的，却是自己实力太薄弱，不进则退，只怕会有失众望。所以加紧充实是不宜再缓的了。我不会消极，也不想图利，我只想走我应该走的路。走应该走的路，无论前方是阳关大道还是激流险滩，这是袁老师，不是袁老师和他的姐妹们的谆谆誓言。穿越岁月山河，依旧荡气回肠，因为他们相信摧残的是少数，爱护的却是多数。这是越剧姐妹和无数呵护鼓励他们先行的人共同吟唱的一曲《山河恋》。请进来，进
要找乌贼吗？是啊，万老你听他一声。听上来。乌贼来了。见过乌贼先生。起来，起来。现在我与你口
莫想天仙，我父爱恋十心啊天，啊也美呀，我还你。
我怎办？我怎杀呀？真的，我但知道下些天也许在山坳里没有东西吃，再回到村子里来。我虽不知道春天也会有狼啊，我拿了一只小篮子，生了一碗腿，叫阿毛到门口去拨腿。他是很听话的，我的话他句句都听。他出去了，当我要寻找阿毛的时候，阿毛不见了呀！我就见，我寻，寻，寻。阿毛的一只小鸭子，我怕，我怕，我怕我的阿毛被狼吃了。姑孙，姑孙啊，阿毛躺在草窟里，他的武装已被狼吃空了。水里湾静静地酿着一只小篮子，
从今日扬起人大来人夸，我的这女好受掉，哎呀好受掉啊。今天我已受了罪，好似重新那对娘配呀、啊、从今日杀鸡宰牛不能做，苦也苦也差哪的呀，今夜晚怎么把女奴们我也不用再离开呀，我咋不会杀人也死到你死也不怕谁，亲爱的同志们，谢谢你们这样热烈送我们上火车，在你们激昂的歌声和口号声中，车轮慢慢地滚动起来，我们在兴奋中挥帽分别，当车子缓缓出站时，我的眼眶中不禁油然地湿润了。我一定要尽我的能力，把这全中国47000000人同声一致的保卫世界和平的决心带到国外去。这是1950年10月27日晚袁雪芬在列车上写下的信。此行的目的地是苏联和欧洲各国，出访者除了袁雪芬还有马寅初、巴金、黄宗江等，字里行间洋溢的激动自信是以前袁雪芬的心里边截然不同。是的，就在1年多以前，他受邀观礼开国大典，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听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那一刻27岁的袁雪芬在想什么呢？也许他只觉得肩头责任重大，正如在这封信的结尾他写到的那样，我们的前途是广阔的，我们应当加紧努力才好，实事求是诚恳虚心的努力学习改造才好，新时代赋予我们优越的条件，为我们铺设了远大的前程，我们只有勇往直前，掌握自己远大的未来，没有什么需要旁的顾虑。这一时期袁雪芬和上海的粤剧艺术家们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剧目的创作当中，1952年创作了《白蛇传》，1953年创作了《西厢记》，这两出戏都有毛主席、周总理陪同蒙古和朝鲜的两国元首观看，优美的粤剧成为了沟通中外的艺术桥梁。
的
谁有什么因你跪天跪地跪良心，你跪得小气。恨恨悲
只为搅乱时风谁自用，他却为中梦我一同，分明是把老费过心动，怪外却断肠一次，隐隐牵顾此心动心，应谁拆掉的出现似乎是偶然的，其实不然，因为越剧的改革扩大了演出题材，而表演主要手段之一的去掉唱腔、单调、平乏已成为主要的矛盾。几乎在每次演出中，我时刻都要想着要冲破失控掉的格局。再说凡是搞艺术的无不受到社会气氛和人民情绪的影响，何况当时处在日寇侵略烧杀的年代，绝不做亡国奴的民族精神不时感召自己，激励自己，所以我也想飞，不单单为了健体发挥，而是要抒发爱国之心。我接过题接下来就唱，像我那苦命的父啊，我出来一句呢就是他原来南面的唱腔，他不是那样。我这里唱的我不愿我一层层苦断歌唱。这一声小河是民族的呼声，也是民意的敬碰。这一声喊得全场震惊肃穆，喊醒了同仇敌忾之心。这一声小喝开启了越剧的流派时代，与之后诞生的弦下调共同成为越剧的主腔。相思树中的南调腔，双立记中的新型六字调，火烟村中的降皮调，随着音乐形式的丰富，越剧的表现力不断增强。而在原派的影响下，七鸭蟹派、张永霞派、金锤峰派、李瑞英派逐渐发展成熟，越剧流派大观园百花争艳。苦命的父
余叔见你，这真真实实都是为己的血泪。
一大
袁雪芬是一位杰出的艺术家，也是一位优秀戏剧表演团体的管理者，同时还是一位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戏剧活动家。在他的成长道路上，始终离不开周恩来总理的关心和指引。据统计，周恩来和邓颖超与袁雪芬亲笔通信多达30多封。1955年1月5日，周总理给袁雪芬信中是这样写道：雪芬同志，在这1955年开始的日子里，祝你身体健康，精神快乐，工作顺利，学习进步。5年来，得到你不少书信，说我从未含糊。现在总答一句，愿你为人民艺术事业努力前进。周恩来1月5日。就在周总理写这封信的前一年，他已将《梁山伯与祝英台》这部彩色影片带到了日内瓦。中国的粤剧在世界舞台上大放异彩，为人民艺术事业努力前进，也成为了新中国粤剧人共同的信念。每当想起这熟悉的旋律，我们总会一遍又一遍地感恩粤剧。动人的旋律源于熟悉的乡音，粤剧的蝴蝶飞上了小提琴的琴弦，翩翩起舞。梁山伯祝英台这个美丽的角色，家喻户晓，流传千古。记得我小时候，我们郑州市在电班上舞班啊，在劳动之余，谁会唱前面走的梁山伯，后面跟着祝英台，啊个铃哦铃铃哦，哦咿呀啷哎呀。一出《梁祝》，从浙东陕西的草台班，唱到了浦江之滨的大上海。从深城的戏园子唱到了世界的大舞台。自建国以后，我们敬爱的郑总理跟陈毅市长在关华支持下，我们新中国第一部拍摄过《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彩色喜剧电影。1954年5月，
日内瓦国际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指示放映越剧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招待各国贵宾。正是这个时候，我正在北京开会，本大姐跟周总理啊，他们打电话来叫我去到西华厅做客。等大姐看见我就说：“雪芬呐，恩来要向你报告个好消息呢。”雪芬同志啊，欢迎你啊，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在日内瓦会议上，我们的两台出了风头啊，各国朋友或者是我们的茅台讨论的就是你们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嘛。啊，真的吗？哎呀，听总理一说，使我回想起1946年那年9月，周恩来同志听说袁雪芬在演出《祥林嫂》以后遭到了迫害，他就不顾危险赶到明星大戏院观看袁雪芬演出的《凄凉辽宫月》。我是在第二天从报纸上看到中共代表观看越剧，我虽不知道中共代表是谁。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期间，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接见了与会的全体政协委员。周恩来见到袁雪芬就神采奕奕地向他走过去：“雪芬同志啊，总理，我早就认识你了，1946年在上海我就看过你演出的《凄凉辽宫月》嘛。”“是真的吗？”“嗯。”哎呀，我这个时候才晓得1946年看我们演出的谁是最副主席啊。也就是在观看了《凄凉辽宫月》以后，周恩来同志对越剧做了重要的指示：“你们应该动员党员从戏剧艺术入手，主动地接近他们，尊重他们，帮助他们，耐心地引导他们逐步走上革命的道路。越剧有观众，这就是力量。越剧有观众，这就是力量嘛。”
提醒。
转转上七七，取暖我亲友的欢庆。月姬，这是你带回来的人参根须熬的汤，你喝吧。哎呀，这是给你喝的，你怎么没有喝？这是我特意留给你的。特意留给我的？嗯。小小一我参须汤，有情有情尝一尝。参须本是牛脊松，牛脊的本性，我曾观察。相思共谁放，像梦一样。
听永
去
子插人，为一同屡见还望照几恨，空好心子情本身，眼前情不讲大人，为什么死于盲刺作为一名越剧男小生，如果说我们这代人能在舞台上留下一些作品，都离不开袁雪芬老师那一辈老艺术家，是他们的无私奉献托举起越剧男女合演的荣光。袁老师始终坚持女子越剧
和南渝合演共同发展，在1981年写给原文化部顾问马燕祥同志的一封信中，他与马老就发展南渝合演的必要性进行了诚恳的探讨。粤剧今天存在着女演男角和男女合演两种形式，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正如你分析的那样，粤剧从男班发展到女班，是顺应那个时代需要的结果。同样，解放后提倡发展男女合演，也是为了适应社会主义时代的需要。男女合演的出现是扩大而不是缩小了粤剧的题材，是发展而不是损害了粤剧的风格，是增强而不是削弱了粤剧的表现能力。在老艺术家的悉心浇灌和扶持下，南渝合演迎来了观众的掌声。从《忠魂曲》《鲁迅在广州》到《凄凉辽公乐》《花中君子》，再到《家》，到《山海情深》，随着不同时期南渝合演新剧目的不断涌现，一批又一批粤剧接班人也在掌声中成熟起来。一个弱小的女子，尽管用生命来换取神的施政，我到七岁学无心，不凭地上也奔腾。蜜蜂要在悲天悯人，装模作样了。是上帝吗？上帝，我在这湖边寻了你两个时辰了。你还未想到我上帝的死活？你这是什么话呀，上帝？我在为你担心，把上上下下都找遍了，你到哪里去？我在你当初曾经躺过的地方。美丽，莫非你也喝醉了？不，清醒得很。高觉醒，你明明知道他们要把敏凤推进火坑，为什么你不但不设法救人，反而要对我封锁消息，守口如瓶？你明明知道封罗三十国肮脏政客切成魔王，为什么你还心甘情愿替他保密，助他帮凶？你为难我，你为难我啊！好好，面对敏凤葬身之地，只有像你这样贴着心脏的人才能冷静，我可冷静不了。你让我说几句好吗？我不想听你辩怕，更不想看你演戏。以我清楚的知道，杀害敏凤的凶手是那只犯恶的所谓之黑暗的家庭，今晚有你，你这个作为低头作业逆来顺受、懦弱胆小、无用无能的铁青大哥高觉醒。送凤家之事，等我知道内情，爷爷已做决定。
根本无法再变更。我就是告诉你，你能赎他、救他、让他新生，我就是让你大闹一场，这又能带起命梦什么命运？三弟呀、啊，你一个尚未踏上所谓的年轻人，根本无力去当风高两个家族抗衡。聪明的命梦尚且不把真相向你讲明，这死了陈宇不愿牵累你的爱心，还不是因为连他都明白，你俩之爱只能是一段精神恋情，大闹的结果只能是既害命梦又害你死生。何况爷爷已病得不轻，我总不能不顾老人身心，不顾全家婚姻，纵容你横冲直撞，匍匐救神，那就为命梦。兄子你悲情血泪不忍，兄子你侥幸离鸿门，要骂啊要打要心狠，心关从无高决心，这要能定你从小离苦，终把我马兰当兰也关心，真的是子连心痛。你不肯把兄长的祝福心不关，难笑想做好到对嘞，天山盘地难求生，问心十分再不能，也想不家为亲人定义痛骂这凶狠，望天黑土也抹不了祖神不良心。大哥，情愿两三弟也无难，命风啊一声声你话中的话，一句句我恨的传讲，一片青砖曾用绝，一泓湖水一恩长，命梦你生命至今变我心，心生谁要
是自强，从此就家庭地位不可当，失落一生我不给你挑战，积极用尽力当把心路闯，心路啊闯。三弟，我要离开这个家。三弟，三弟，三弟。1991年，中国戏剧刊登了两篇袁雪芬和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原主任胡导的书信往来。在袁雪芬亲自写给胡导的近5000字长信中，他回顾了发起粤剧改革的初衷，探讨了中国戏曲表演体系和粤剧表演的特点，强调了综合性艺术机制的建立对粤剧表演艺术的提高和风格形成的重要作用。也是在这封信中，他明确阐述了粤剧理论建设的必要性。他说，我觉得粤剧就是一个值得好好研究的剧种，这倒不是因为我从事粤剧对这个剧种格外偏爱，而是由于粤剧在中国戏曲中确实有一定的代表性，它在本世纪初才诞生，1917年进入上海，历史短，发展快，几乎与现代文化发展同步。它源于浙江，发祥于上海，在上海这个中外文化交汇的大都市吸收着各种营养，因而富有江南文化，尤其是上海文化的特色。粤剧的成长改革在现代戏曲，特别在本世纪，由民间艺术如曲艺歌舞演化而成的新兴剧种中颇有代表性。我们不必感到惊讶，确实袁雪芬早在30年前就已精准概括了粤剧的江南文化、海派文化特点，并且提出粤剧作为近代都市戏曲的特殊性。在这封信的最后，他充满忧患意识地谈到，现在面临严峻的粤剧要打开新的局面，确实需要加强理论建设，因为离开正确的理论指导的实践都是盲目的实践。粤剧丰富的实践经验和贫乏的理论之间的矛盾正阻碍着事业的发展。我相信每一个从事粤剧、关心粤剧的人都会明白，这样的讨论对粤剧再次掀起浪潮有多大的现实意义。这样的眼光和胆识在后辈和同辈艺术家中是空前的。在严雪芬主持下，粤剧舞台美术、粤剧艺术论等著作相继问世，粤剧的编导演、美术、音乐体系框架逐渐建立。晚年的袁雪芬缠绵于病榻，但是他的床边始终放着一本《粤剧艺术论》，身体允许的情况下，他就拿起来阅读几页。正如著名戏剧理论家刘厚生说的那样，袁雪芬属于中国戏剧界、戏曲界，他还是一个文化的巨人。他是上海戏剧界的一面旗帜，是中国戏剧界的骄傲。
又是一年了，我在这世上过了多少年了，长啊！在长长的日子，我怎么过？是梦啊，是真，在眼前。心做梦，多少年丈夫在我的肩上扛住，等来那东方花烛新娘子，墙里有。不吃
因命无后，丈夫死，大呼天说是我罪过，逼我卖我在家二夫。去，我到哪里告诉去？
去，我到哪里告诉去呀？我这一代代分苍天，在这个舞台，有太多话想对您说。这些话凝结成三个字：请相信。袁老师，请相信，我们不曾辜负您的嘱托，在传承艺术的道路上，忘我奉献，开拓进取。男女合眼之花绚烂盛放，与女子越剧双花并蒂绽放，越剧舞台人才辈出，就从理论体系出现端倪，从舞台到讲台，从实践到理论，越剧艺术薪火相传。请相信，我们不曾辜负您的期许，在创造艺术的道路上，兼收并蓄，守正创新，继承艺术瑰宝，传承经典剧目，创造精品新作，坚守剧种本体，发展流派艺术，呼应时代之声。
开放、吸收、融合，不断自我突破，永葆青春气势，发扬团结精神，扩大剧种影响，塑造时代美学。从小山村到大上海，从大上海到全世界，粤剧声音唱响寰宇。请相信，我们不曾辜负您的教诲，牢记文艺工作者的使命，踔厉奋发，砥砺前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心中有人民，笔下有力量。坚持为时代鼓与呼，与时代同频共振。坚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展现中国形象。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型发展，用古老艺术编织最美中国梦。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坚持用凝聚人民精神力量的作品，凝心聚力，鼓舞人心。坚持以优秀创作点缀新时代文艺天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老师，您说的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唱戏，我们从不淡忘。请您也请所有为粤剧事业奉献一生的艺术家前辈们相信，峥嵘岁月波澜壮阔，改革道路上下求索，我们初心不忘。新时代，新舞台。